大家好，我是一球，欢迎来到今天的经理生涯。另外，还是非常感谢大家近期对我节目的支持，也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，千万不要忘记点赞，因为最近B 站在搞活动，点赞的话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，谢谢大家。杨晨这么快要伤愈啊？这个正好这个国家队比赛之后啊，杨晨估计就伤愈归队啊。这种友谊赛我也无所谓，直接模拟过去算了。看看这国家队这场比赛模拟怎么样？估计都大败吧。斯洛文尼亚输两个球，哦，主场竟然战平了西班牙，世界杯有希望了，给你这种幻觉。青训的球探报告，好久没搜来不错的了，这都什么垃圾啊？这断档了，中国青训人才是怎么着？连个90都没看见，这都什么？这场比赛晚下还是换到这个替补阵容模拟过去吧。反正也客场首发阵容也不一定能赢，还影响首发阵容状态。这个替补这帮，或者说青训这些小孩啊，状态差点就差点啊。那个有机会踢比赛就会长数值，对不对？跳过1-3，丰腰还进了个球。18游戏币不可以带到19。8月底的时候想怎么霍霍怎么霍霍吧。主场对赫塔菲，接着模拟吧，替补生接着踢。赫塔菲状态这么差，但估计我们也还赢不了。不过现在还没丢球呢，加油加油！张怡宁要不要进一个？张怡宁对于我们来说真是特殊的存在啊，数值也不低。哎，又落后了，跳过吧，1-1，主场扳平了，也还可以。丰腰又进球，小黑人潜力高的小黑人果然是有隐藏属性啊。这是什么比赛？这是国王杯，玩首发阵容模拟一个。啊，能不能赢下来？赢来的话，接下来比赛就给替补阵容模拟。替补阵容还多踢点球。刚话还没说完，又落后，跳过。主场0-1输了，烂死。又是客场，还是换到替补阵容吧。替补阵容状态这么差，拉克鲁尼亚直接跳过吧。这个竟然赢了，丰腰又进球了。我心里想说，状态奇差，替补阵容我都不想看了，因为前面一直输。结果直接跳过，竟然赢了！而且丰腰好夸张啊，啊，基本上场场都进球，哇塞，太意外！韦世豪还有那个队没登场的机会，早知道不把你卖给他们了。不，你不是我卖的，你是自己跑走的，真是，这放弃吧，这73-87太烂了，72-86，这也可以放弃。这两个倒都还将就，更想签他一点。这后腰就算了吧，也不要了。我们把他签了吧。之前是不是有个球员也叫这名字？武赤阳。对啊，之前收着一个也是左边后卫，名字来来去都一样。表现审核，国家队愿与我再续一年，一年一年的续啊，还不直接来个4年？等会儿啊，我不知道大家刚才看没看见啊？剪辑的时候可以放那儿，他那个。国家队世界杯要求让我进1/4决赛，就是8强，对不对？你对你自己有点正确和客观的对待吗？哎，话又说回来啊，我探中国青训很少收到这种消息，你探查的球员被其他俱乐部青训营挖走，主场对贝蒂斯，反正踢一个吧，状态也还可以嘛，怎么就赢不了呢？对吧？哎呦，对面状态这么好，又要输。要不我们看看，一看就输。对面还五后卫防守反击，哎，跳过吧。1-2又输，蒋景祥进了个球。我觉得就首发每次总输啊，就是因为丰腰不能登场。又有友谊赛，那么多友谊赛干什么呀？直接划过去算了。看这两场怎么样？平了法国，1-2输威尔士，这也太强了吧！客场对塞维利亚。哎，青训模拟，没准又赢了呢。我塞维利亚2胜1平，随便说说，我们还是直接跳过吧。1-3，丰腰又进球。丰腰现在是我们队内最佳射手吧？大家加努扎伊、恩佐比还在。主场对塞尔塔，我们自己踢一场吧，好久没踢了。哎呦，非常棒的一个突破，竟然不犯规是吗？蒋景祥伤。世界杯年怎么伤人伤那么多？
后面也行啊，哇，这门将真是神奇啊，门将后卫真是神奇啊。廖东强，哇，对方门将表现真好啊！刚才俩控球还是不错的，没掉。最后这个射门差一点，还是太正。廖东强，非常好的后排插上，对方后卫也有点僵啊，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。王强速度和带球还是可以的，上半场有一个不错的机会嘛，结果射太正了。范建国基本上就是我阵容中的博格巴呀，能攻能守，1-0小胜，结果还是不错的，过程也还好啊。下比赛那个这是什么？国王杯分主客场呢，到客场，主场是0-1小负吧？没错嘛。估计客场更赢不了，哼，跳过，1-2，宗辉进了个球，丰瑶竟然射失一记点球，但是感觉剧情像丰瑶射失了点球，然后宗辉直接补进，因为这两个球离得很近，时间上，主场够呛，1-2人挺强的，2胜1平跳过吧，1-1主场踢平了也还可以吧，徐铿驰上来进了个球，然后伤，29分钟被人绝平啊。太讨厌了，受伤的不断啊！浴坑是7天，还好不是很久。客场替补阵容模拟过去吧，看一看，没准能赢。冯瑶进了个球，哎，宋鸿辉不错嘛，1-1很快扳平了，能进球就是好消息。冯瑶，是你站出来的时候，冯瑶还下去了。韦岸非常棒，2-1客场。有点意思啊，替补阵容反而赢球，感觉模拟出来都比那个首发阵容多。首发阵容一般我都让在主场模拟，难道是战术原因吗？替补阵容踢的都是防守反击，可是你说首发阵容在主场踢防守反击是不是有点太挫了？战术要不主场也换成防守反击？主场嘛，换谁首发模拟？我把战术调成防反，看看能不能赢下来。对面状态也差的，也很差。很好，这是张安岩啊，进球了，扳平，1-1。武西西踢不上太多的比赛，希望可以租出去。其实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，他是需要租出去。张稀哲也可以租出去。那训练中还受伤啊？这比赛中伤就算了，正里这边后卫都是需要锻炼的球员，怎么老伤啊？蒋志鹏已经走了，走吧。客场还是换回青训吧。对面竟然射失一个点球，运气不错。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赢下来？算了，跳过吧。又踢平了，丰瑶又进球了，基本上又是绝平，又是83分钟被人扳平。一分是一分吧。曼联看上曹丽了，也不卖。皇马也看上曹丽了，那我更不卖。客场对皇马，我们看看积分榜吧。赛季都快过半了，西班牙人第一呀、啊，皇马第二，皇家社会第三，巴萨第四。我们也还可以嘛，我们24个积分在中游，基本上就保级了。今年模拟比赛还是可以的，皇马我们自己踢一踢吧。伯纳乌这感觉还是很不错的，热苏斯、阿森西奥、贝尔、格策，后防线差一点，雷蒙格里都能踢首发。咱们格林好像潜力还不错，哼，卡西米罗还是很烦人的。廖东强，哎，想搓一脚的，还是被后卫挡上了。机会，杨晨，漂亮，1-0，左脚，打了一大远角，跑位很好哎。
哇！我让它解围，它都不动，还让人家铲刀。别别！这，哎，好吧好吧，点球点球。1-1。哇，后卫下铲，雷蒙格里很关键一个铲球啊，让我们起脚射门啊。廖东祥跑不动了，廖东祥串联的还是很好的，丰姚上来踢个试试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！啊，还好，真快。哎呦，张安岩这顶的是什么呀？高浩亮传中还是很漂亮的啊，炫到后点。杨晨非常冷静，2-1，80分钟帮助我们再次取得领先。杨晨左脚也不错。哇，斯特林2-2，90分钟。竟然斯特林把韦岸撞开了，2-2，忍了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暂时也就先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，请不要忘记订阅，更新的时候会有推送。另外，请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帮助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